大家好，我是困难。前几天因为那个圆户娃娃机好像出了一点问题，所以就多了这个活动。好，用角色碎片换圆户魂的活动。好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我换了伊格尼斯的圆户魂123片。原因是这样子的哦，原因是这样子的。我发现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圆户十四圆户的效果。好，各位看，我现在战力是286万。好，但是我只要换，我都是满级的圆户哦。好，我只要换伊格尼斯上来。好，各位看，我瞬间整队的战力变成290万了。好，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哦。而且这次可以不用花到任何一毛钻石哦，就是你原本的角色碎片换100个圆护魂，然后如果你本身圆护没有在用的话，你直接换上来，让你整个队伍都可以战力提升很多哦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分享。